你看看你的眼睛，仔细看着，斑斑点点，色彩绚丽，独一无二，都是我创造的。我创造的一切，全宇宙，还有你，我给了你你的一切。我把你造得纯洁，繁复，还有每一天，我都给你生命。我爱你。然而发生了一件事，你背叛我，你没信任我，你犯罪了。切断了你与我之间的连结，你虽然活着，却慢慢的死去。于是你追寻其他的东西，好填补你的空虚，可是完全没有用。使我们相隔得越来越遥远。你在寻找什么呢？我不希望你死。我创造你不是要你被毁灭，而是要你认识我。所以我成为人，成为你们的一份子，成为脆弱的受造物。我曾受诱惑，却从未犯罪。我是为了救你而来。你的罪有那么多，犯罪总要付出代价，一定有人要死，不是你，就是我。所以我承担你的罪，用我的命换你的命。于是我代替你死了，因为我爱你。接着死里复活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是耶稣。我不是为了谴责你而来，而是为了使你重获新生。依靠我，我一定原谅你，给你永远的生命。做了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恢复我与你之间的来往。你愿意跟随我吗？